少量限量版我而家係咪要嗌呀即係佢叫嗌咪係咪哇平到真啊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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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喂咁多位行年宵嘅朋友你哋好啊新年快乐蛇年大吉啊我哋香港人网嘅摊位呢今年再一次进驻年宵会有好多立体挥春呢前几日已经卖咗好多啦而家仲有一箱咁大把咋仲有一箱就已经就係12点啦所以大家呢可以快啲买喎、啊全国维园如果你走入嚟的时候会见到有些人写着掂过碌蔗有条挥春写着掂写着掂过碌蔗的如果你想找掂过碌蔗就只可以在维园整个维园只可以来到我们香港人民的摊位找到咁呢而家呢那些挥春呢其实每一个跟前几日一样的那些公仔呢可以拆出来玩的好啊，同埋咧，而家因为已经年29啦嘛，成年就到啦嘛，所以我哋咧为咗同大家庆祝咧，挥春咧而家咧140蚊咧就一个，同上几日一样啊，条桥就系如果你嫌贵咧，可以买两个，因为两个咧就系60蚊啫。如果买两个你都嫌贵咧，你可以买四个，因为四个咧就系100蚊啫，100蚊咧有四个立体挥春，买翻去咧。你就可以攞住啲揮春黏咗佢，然之後用完之後咧，拆個公仔出嚟做條繩啦，吊喺電話嗰度做吊飾，係啦，揾條繩穿住佢，咁掂個碌蔗嗰條蔗咧，你就可以掹出啦。掂個碌蔗嗰條蔗咧，就可以拎出嚟啦。吊埋喺个电话嗰度，咁你就真系成年都掂个碌蔗噶啦。由年头啦，就行运行到年尾啊。咁出年点算啦？出年唔紧要，翻嚟再买个。不过我唔包我哋出年有冇立体挥春啦，所以你最好唔好抌。或者出年我哋卖第二啲噶。咁多位行维园年宵嘅朋友你哋好啊新春大吉啊香港人网嘅摊位呢而家喺度呢有好多立体挥春可以卖俾大家嘅小朋友呢好啱买嘅因为买咗返去呢啲公仔可以拆出嚟玩嘅咁但係朋友当然都可以买返去啦因为而家係特价㗎嘛特价品係最受欢迎嘅成个年宵最受欢迎嘅两样嘢一就係特价品而家我哋啲挥春就特价啦第二样嘢就係掂过碌蔗嘅立体挥春又淨係得我哋人网有得卖啫 OK 冇错咁所以呢而家我就首先要话俾大家听啦40蚊一张立体挥春如果嫌贵嘅话记得买两张嫌贵嘅话买两张就会是60蚊两张再平啲呢就买四张100蚊四张而掂过碌蔗呢个立体挥春由于我呢几日宣传太坑啊所以好多人买咁自由市场就贵少少啦而掂过碌蔗嘅挥春呢係50蚊就可以有一个啦掂过碌蔗嘅挥春只需要50蚊就有一个啦咁你买咗返去之后呢嗰条蔗係可以搣出嚟嘅如果真係搣唔到呢你可以拎返嚟换包换如果掂过碌蔗嘅挥春嗰个蔗係搣唔到出嚟嘅拎返嚟包换黐唔返上去嘅都可以拎返嚟包换另外呢萧若元先生呢而家亦都坐镇喺我哋人网嘅摊位嗰度帮大家签名嘅因为呢佢两本新书其实都带咗嚟年宵我相信好多人行年宵呢其实都想搵萧生签返个名帮佢嗰两本新书
咁嗰句咧，如果你買咗咧，可以而家攞嚟俾蕭生簽。如果唔係咧，而家即刻喺佢嘅攤位嗰度咧，就可以買到兩本最新嘅蕭幼元作品《城隍拜寇》同埋《邊緣回望》。咁兩本書個名咧，聽到都知道近嘅。咁但係如果你係聽完之後都唔知道點近咧，你可以試下買翻去睇。咁買之前咧，俾錢之前咧，之後咧，蕭生就會幫你簽翻個名，同埋幫你嗰本書咧 cut 翻一個佢私人嘅蓋章。咁當然啦，你除咗餵飽呢個精神食糧之外呢，亦都係嗰句啦，我哋有好多立體徽章，因為頭先我入去睇過啦，立體徽章只係剩返一箱啫，立體徽章只係剩返一箱啫，掂個碌蔗都唔係咁多，即係你就有好多，但係掂個碌蔗嘅徽章就唔係好多，所以呢大家可以盡快嚟買啦。除了店个碌蔗之外呢，其实我今天还有特别推介，就是老少平安和老少平安包的。老少平安和老少平安包，你50元买一张老少平安回去呢，就有老少平安徽章一张和老少平安包一个。不过呢就是不是说吃了就没有的，因为它不吃得的。那你可以拿出来玩啦，都是。还有呢拿出来做吊饰啦。是啦，又或者到万圣节的时候，你就扣返落去那些真的老少平安包那里整蛊人都得的。太平精照拿去，拿去扣落去。好烦啊！你哋整到我好乱啊！可以摆落去老婆度，睇下佢个包大定佢个包。点解唔叫何方？何方好有钱啊！呢个要同我 sell 咩嚟噶？呢个咩嚟噶？点 sell 啊？貨品都平到5億，咁你塊面敏感啊？紅都白嘅。好熱啊！而家。係咯，見你。我一到而家佢要平到你買一個都要60蚊啊！咁多位行维园年宵嘅朋友，你哋好啊！蛇年大吉，新春行大运、哦。咁如果想行运由年头行到年尾咧，就可以买我哋香港人网嘅立体徽春，因为咧佢又得意又可爱。咁如果你喺新年可以攞有嚟挂喺屋企啦，又或者情人节嘅时候咧送俾你个男朋友或者女朋友咧都得。咁我哋最受欢迎嘅咧就有几个徽春嘅，我特别推介俾大家。一就系掂个碌蔗。第二呢就是老少平安加老少平安包一对的，咁我老少平安包是黐在老少平安徽春上面的，咁我价钱呢而家就是平咗好多，比起前几日已经平咗好多，所以有买趁手，40元一张，40元一张立体徽春，嫌贵就买两张，再嫌贵就买四张，因为呢两张就60元，四张就100元。如果你唔记得价钱唔紧要，你淨係鍾意佢样靓，行过嚟呢就可以问我哋啲职员呢，佢哋就会话俾你听几钱㗎啦。咁但係特别推介嘅店过碌蔗同埋老少平安包，仲有金银满屋呢，就因为佢哋个公仔造型特别，可以拎返去有第二啲用途嘅，变咗呢就贵少少，50元一张啫，都唔可以叫贵，只要50元一张你就可以攞到老少平安同埋老少平安包，或者行運一條龍，又或者掂個碌蔗，或者金銀滿屋㗎喇。咁其他嗰啲呢就平少少，40元。嗱，而家係平到你唔信嘅，嗱大家可以睇睇我啲牌手嘢寫住平到你唔信嘅。因為50元就可以有一張掂過碌蔗，邊個人都想成年掂過碌蔗啦。你攞住咁多波波呢都係好 sweet 咁㗎嘛，係咪？咁 sweet 之餘你又可以掂過碌蔗，就可以嚟我哋買嗰啲立體徽春啦。係得呢啲特別嘅係20元，係啊，限量啊嘛，即係龍馬精神啊呢啲。
咁多位喺维园行年宵嘅朋友，你哋好啊！恭喜发财，新春行大运啊！吓，我讲个秘密俾你哋听啊！嚟我哋香港人网呢度咧，系可以有成个维园都冇嘅立体挥春嗰度买到噶。第二个秘密咧就系40元就可以买到一张立体挥春啦！而家你见到啊？我哋每一个职员手上面攞住嗰啲好得意 Q 版嘅立体挥春，其实只要40元一张啫。而且咧，虽然你话喺龙头啦，你买咗仲要行成个花市，但系咧，其实立体挥春好轻噶嘛，所以系好方便，较为早买，较为早嘅礼品嚟嘅。而我哋其实咧，所有立体挥春而家除咗你面头见到嗰啲咧，后边剩翻一箱啫，所以大家就唔好话等走嘅时候先嚟买啦。而家买啦，好 OK 嘅，因为好轻嘅。另外，我哋特别推介嘅咧就有老少平安。加埋老少平安包挥春、金人满屋挥春、龙马精神挥春同埋掂个碌蔗挥春，哇！我都系好多推介，所以都唔记得咗。咁呢几个咧，全部都系今次嘅特别推介限量版嚟嘅，因为咧已经剩翻好少好少啦。咁我哋要俾有心人买噶嘛。咁于是乎咧，我亦都俾个好好嘅价钱你，50元就有一张掂个碌蔗。金银满屋同埋老少平安噶啦，好啦，另外咧，我仲要讲多个秘密俾咁多位行。维园年宵嘅靓仔靓女听，就系我哋香港人网嘅立体挥春，而家咧系大特价，你买四张嘅话咧就大特价，100元就可以买到四张啦。鱼虾蟹都送啊 ，OK， 咩情况底下送福袋啊？无啦啦，买100元有福袋送，好货啫，所以唔可以讲呢啲噶。我讲呢啲我就会真恐啊！你有冇见过呢一世人有冇见过福袋系红胶袋做嘅？你想要你就过嚟香港人网买，我会讲呢啲垃圾噶。唔系，虽然咁讲啫，你可以唔讲嘅。我会讲呢啲嘢噶。我哋呢咁多位行年宵嘅靓仔靓女，你哋好啊！祝你哋行过年宵之后，全年行大运啊！咁第一个 shopping area， 第一个购物血拼嘅地方，就一定系我哋香港人网嘅摊位啦。因为我哋有两个大重点，一个大重点就系咧，我哋有全个年宵唯一一档立体挥春，你搵匀成个年宵摊档，成个维园都唔会见到有噶吓。立体挥春净系得我哋香港人网呢度有嘅啫。而家咧大特价，最紧要大特价啦！近嗰啲买咗先，就唔需要特别讲俾后边嗰啲听噶啦，佢哋听我个麦得噶啦。近嗰啲买咗先，咁后边嗰啲排队轻轻等一阵间，唔好太心急，唔好㧬到人。咁咧就100元就四张，一张咧就贵少少啦，轻轻。如果你想攞一张嘅话，就40元。咁另外我哋仲有啲老少平安啊、龙马精神啊、掂个碌蔗呢啲特别版咧，就50元咧就可以有一张噶啦。嗰啲贵少少，因为限量版啊嘛。咁另外咧，我哋其實最近啊，我哋人網嘅攤位裏面最近咧，就我哋有蕭若元先生，而家就喺人網裏面坐陣啊。佢咧就為佢哋嗰兩，佢為佢攞兩本新書咧，大家買咗，佢會即刻幫你哋簽名嘅，並且咧即場咧就蓋翻佢嗰個私人嘅蓋印喺上面。咁當然啦，你有能力有空間逼到入嚟咧，都可以同佢影翻張相嘅。淨係揾佢簽名影相，佢都一樣無人歡迎。你經過嘅話，同蕭生打個招呼都 OK 噶。是啊，而家蕭生呢度好受歡迎啊，因為有好多遊客圍住佢，大家可以輕輕等一等嘅，如果要等蕭生簽名，因為佢發現呢嗰啲文件夾上面個公仔好似蕭生，就因為嗰個公仔係吉神畫蕭生嘅。咁所以如果後面嘅朋友想等，即係想搵蕭生簽名，輕輕等一等，唔好心急啊嚇。又或者你可以過嚟揀咗我哋啲立體揮春先，因為立體揮春呢已經冇乜啦。因為立體揮春已經冇乜啦，如果你哋要買咧，就要趁手啦，要快啲買。40元一張立體揮春，係我唔可以講話
平通全場咁簡單，因為全場都冇立體揮春，成個維園年宵而家一張立體揮春都冇，除咗喺香港人網嘅攤位，如果你哋要買，就要喺人網攤位度買啊，$40一張立體揮春。想平啲買兩張，$60兩張，仲係嫌貴嘅買四張，$100就有四張立體揮春。而家你見到好多人手上面拎住好靚嗰啲啊，或者你入嚟嘅時候見到好多走嘅人拎住嗰啲咧，立體揮春咧就係喺人網呢度買噶啦。是 hot topic 嚟嘅，是呢个成个年宵嘅最 hot issue 嚟嘅，所以大家咧而家就可以喺我哋嘅所有人网嘅员工、义工、职员手上面咧就买到呢啲立体挥春，剩翻一箱嘅啫，存货就唔多，我相信12:00之前咁样啦就卖晒噶啦，喺我哋走之前系一定卖晒嘅，所以大家尽量要买咧就唔好话等转头先买。大家我行过呢个香港人网嘅摊位，你行过呢度啱啦。虽然人逼逼，但系咧，我哋今日咧就有全场独家嘅立体挥春。虽然咧唔系好多款拣，因为实在太好卖啦，但系都仍然有好多好靓嘅。趁住龙年啊，仲有几个字，你买翻个行运一条龙，最后呢几十分钟都飙翻个尾会系正，系咪先？再唔系就金蛇献穗啦，系咪好靓先？嗱，我哋有好多立體嘅揮春，你行雲全場之後咧，你發覺咧只有呢度先有，你淨係望住嗰啲揮春咧，你都笑笑口咁嘅樣啦。陣間攞到翻屋企嘅時候，笑得仲多。買兩個，買四個啦，四個$100。嗱，你識計數啦，慢慢揀，自己係啦，攞東成西走啊，買買，中唔中意打牌？送俾媽咪、auntie 嗰啲都啱曬啦，得唔得？$40一個，小姐，買夠四個$100先啫。埋嚟睇下啦，你全場獨家，你唔好諗住咧，就而家唔揞錢住啊，睇雲先買啊。你睇下呢個咁嘅人流，你兜到翻嚟都3.5小時啦。到3.5小時之後咧，你會發現，咦，原來全場得呢度有嘅咯，翻嚟都冇嘅咯。咁所以咧，你啊行過見到就買啦，係咪先？你睇下呢位先生笑曬口就知道好嘢嚟啦。你一望住。只是望到那些揮春都笑了，何況自己擁有添，是不是？你看咁多人埋嚟揀，埋嚟買，埋嚟俾錢就知道好嘢啦。好多謝曬，新年快樂，新年快樂，學業進步啊！仲有咩啊？咩都好啦。賺多啲。佢讀緊書嘅咋。好啦，冇出啊！有出入平安喎，有冇出入平安？個出入平安仲有冇？有。我最中意出入平安噶啦！哎呀，更加好，老少平安呢个更加好。老少，你冇唔紧要，你挂喺度就全香港一齐啊嘛！出入平安，唔系呢个老少平安，趁阿 Teddy 啊 ，Teddy 阿 Teddy 都大啦，系咪先？佢由一个 B B 5岁嘅，跟住到30岁，又后生又老咗都平安啊嘛！系啦，大家嚟到呢个香港人网嘅摊位，我哋呢度咧有全场独家嘅立体挥春，你净系望一望佢哋啲样啊，都 cute 啦！你行匀全场之后，发觉咧系得呢度有嘅，有啲咁高品质嘅，佢又丰满，然之后咧你睇啲线位咧又连得靓，啲色泽咧又光鲜，系咪先？去边度揾啊？嗱，如果你唔中意买挥春，觉得呢啲咁嘅嘢咧好临审嘅话咧，你去增添一啲书卷器，可以买萧若元嘅两本最新著作，就叫做《成王败寇》同埋《边缘回望》两本都好，趁佢喺度咧就签翻个名都可以嘅。埋嚟睇下呢啲咁可爱、咁得意、咁精致嘅立体挥春啦！$100就有四个。其实是因为咧，我哋好唔想拎走咧，咁所以大家咧$100四个就啱晒噶啦，剩翻呢度最后少少噶咋。$100四个，仲有好多礼
琴日都係賣緊$100三個，今日已經$100四個。老少平安係咪得先？有老有嫩就最啱曬啦，係咪先？係啦，有好多款啦，蛇來搵到蛇年嚟到啱唔啱？係咪好得意先？嗱，即係中國人最啱嘅龍啦，行穩一條龍係咪先？正係咪？東城西就好啊！哇，打牌就啱啦，嚟緊連續放3日假，實大賭特賭啦，咁啊唔生就會打埋麻雀啦，有東城西就啱曬啦。我有老少平安嘅，我有老少平安，身體平安都冇啦。我有埋嚟睇，唔睇都買買。係咪先？即場係啦，最緊要係咩啊？雖然龍年就嚟過，但係都要行運一條龍啊嘛！你睇周星馳套戲都睇咗幾十年啦，都係行運一條龍緊咋，證明係好嘢啦。行運一條龍，大家啱唔啱？想唔想行運一條龍？睇你小朋友咁可愛，知你行運啦。志在清貨，唔想拎走，慳翻啲運輸費。大家嚟睇下啦，行運一條龍係咪精緻可愛又美麗呢？你好。喺前少少啫，多謝你。佢喺度。佢喺前面，可以簽埋名先。佢喺度啊！唔使緊張，唔使咁緊張，慢慢嚟。佢仲喺度，佢有排坐。
陈妍希将会再一起，华语爱情世界从未如此星光灿烂过，今个情人节不再寂寞。有幾套講啦，我覺得係比較深的。嗱，佢依部嗱佢依部戲咧，基本上咧，我覺得你如果你對依個導演或者依個演員冇認識咧，嗯，咁依度有一套幾浪漫嘅，即係漫遊電影嚟嘅。係，佢就係講咧就係一個看似有錢佬，嗯，咁佢唔係佢就喺即係個古仔嘅開始唔係初初唔係一個有錢佬嘅形式嚟嘅，初初咧就一個喺一個好似酒店嘅形式嗰度咧，就一個人，佢咧就。喺佢個酒店嗰度打開咗個秘密之門，就去到個酒店，唔係從個酒店去咗個叫戲院嘅地方嗰度，咁啊展開呢個故事啦。咁啊已經講俾你聽，開頭嗰時已經好超現實噶啦，因為佢隻手指會變成一條鎖匙嘅，咁樣嚟開嘅。咁啊開頭嗰時講俾你聽，你唔好用現實嗰樣嘢嚟講。咁而跟住咧就講咧，佢入咗個身份，佢一個好似好有錢嘅，佢喺屋企嗰度，嗰度咧就去開工啊。咁而佢開工嗰度咧有一架好長嘅嗰啲勁嘅房車就有一個女司機就安排佢，甚至有已經裡面有行程咧，就安排佢嘅工作，今日嘅工作嚟嘅。咁佢咧就跟住咧佢嘅展開佢嘅行程咧，然後所有嘅工作咧都係同電影有關嘅，同埋同人生有關嘅。咁佢第一個咧就做一個叫巴黎嘅一個乞婦咁樣啦，跟住然後咧就嗰啲。一個片場裡面做 motion capture 嗰陣時，跟住唔講啦嚇，跟住啲人會斬我噶啦，依樣係開頭唔係有係，有好多角色嘅佢係，咁佢呢個咧，你如果你未睇過依個導演咧，你可以當依個咧就等同於嗰個阿 Woody Allen 講咧就巴黎好奇妙嘅，係當你咧去入到家巴黎嗰時候咧，巴黎隨時咧。就都會有啲奇蹟會俾你即係發生咗咧，咁而依個電影講俾你聽，所有嘅奇蹟係同電影有關嘅，嚇、咁啊裡面咧一種我哋叫依、這個叫做係漫遊片咧咁樣嚟去拍，但係如果當你認識依個導演，你知道佢勁抽之處喺邊度嗰時候，同埋佢今次同依個演員咧隔咗好多年之後嘅合作咧，你會發覺佢裡面有好多場咧，原來嗰個角色都曾經係佢拍過戲嚟嘅，出現過嚟嘅。咁所以咧，即係響當你去睇嗰時候，如果你影痴嘅話咧，你睇嗰時候咧，你會發覺個戲咧就有幾個層面咧，就開始驅動緊啦。你會發覺，咦，原來佢同之前嘅嗰部戲咧係有關係嘅喎。依部就唔係變成一個叫做就咁純粹電故仔咁簡單啦。咁你開啟咗你第二道門，就變成咗咧戲中有戲嘅。咁但係咧，你會發覺佢戲中有戲嗰時候，佢講咧，佢唔單止就咁喺度玩緊依種咁嘅叫做係新舊嘅佢嘅作品互動。佢最重要，佢喺度講緊一種裡面所講嘅電影世界，等同於一種嘅人生嚟嘅。同埋依種人生咧，就喺巴黎嗰度發生。點解喺巴黎裡面咧有咁多文學家、咁多電影人咧，去到巴黎咧就如痴如醉？佢就講俾你聽，巴黎最美麗就呢樣嘢。咁所以咧，我諗咧，即係好多人都睇嗰陣咧，就係中意睇電影嘅人咧，就會顯出咗唔同嘅角度咧嚟去睇呢部電影嚟嘅。咁啊，咁老老實實，如果你用一個叫做左腦咧嚟去睇嗰陣咧，你又喂點解嗰陣時候咧，你就好快咧就已經閂咗道門啦。因為其實佢咁多個角色，咁多角色，佢都回應翻一啲佢之前嘅作品啦，或者係一啲法國嘅電影。經典電影，因為其實我睇翻個叫阿 Jane 個就好似早月尖嗰個造型咁樣啦。跟住其實啲好玩的地方就係話，你睇完之後咧，你會有興趣去揾翻係對應翻邊個作品出嚟嘅，就會。但係可能你即時咧現場咧就未必定成啊，原來呢個就係嗰套咧，未必諗到嘅會係。同埋始終咧，佢做一個層面係好得意嘅，即係譬如我哋睇依樣嘢啦，即係因為呢部咧係另類片啦，同埋但係我覺得如果你即係想睇電影，可以去得有幾咁。特別咧幾咁新穎咧，呢部係其中一個咧可以叫考牌嘅電影嚟嘅，因為佢其中咧就我覺得有好多，縱使你睇幾都睇唔明咧，如果你成套睇曬嗰時候咧，一定有幾個場面咧你係永志難忘嘅嚇。你唔明佢講乜，但係嗰個咧好深刻咧，就印響你腦袋裡面嘅。包括咧就係其中即係嗰段就係巴黎影相
model 咧，即嗰段戲咧，就大家都喺度講緊嗰段戲嘅嗰種奇妙之處嚇、啊，就係、是、男主角咧喺嗰時佢要化妝做一個好似中流台下咁嘅一個叫史先生嘅，係啦，你要畫調轉俾大家睇、那個、因為其實呢套咧，佢之前有套叫《Tokyo》咧，已經出咗次嘅啦，嗰個台盒已經，不過大家上網炒翻知嘅啦。佢叫史先生啊，即係中文日本咧就好笑啊。啊！即係屎啊！喺即係住喺坑渠度飆出嚟嘅。係啦，係啦。咁佢咧就即係從個開場到個結尾咧，成個過程咧，我諗咧即係嗰場戲咧，即係大家睇咗睇完之後，你唔明佢噏乜咧，但你都好難忘記佢一啲場面。嗯、你會發覺原來電影嘅陣時咧，即係佢點解會三級？點解會裡面咁古怪？最奇是呢一段嘅，其他嗰啲你容易係將佢咧就砌埋嘅。因為呢個中流台呢個怪人咧，之前喺 Tokyo 出現過咧，都已經係反轉個東京噶嘛，記得嗰時係。係啊，今次佢再玩多次俾大家睇咧，一定係前後咧有啲呼應嘅，我覺得係。同埋就係即係都冇得我講啦，因為佢揾嘅呢個做呢一節嘅女主角咧，阿 Eva Mendes 咧。嗯嚇、啊！依、這個都有做過鐵金剛噶嘛？依、這個性感女郎，即係 So Girl 嗰個女仔，啊，我好鬼中意佢嘅。啊，所以佢呢場咧，我覺得我係好好有印象嘅。嗱、啊，總之呢部戲咧係一部奇片嚟嘅，勁嘅。新年流流大家就會覺得佢有幾高咧？那個成就咧？因為就我可能睇呢啲戲咁樣玩咧，好似係啊八部半，我覺得可以去到開始。佢有多少唔同嘅，但係可能我諗都好多人都會做一個舉例啦，但係我覺得佢八部半起上嚟嗰時候咧，佢唔係跟八部半嘅嗰個形式咁嚟去嘅，我唔係嗰個，佢係好呢個導演嗰個世界嚟嘅。而佢講俾你聽咧，佢即係曾經八部半咧，佢已經講咗俾你聽咧，電影係可以咁樣嚟去搞嘅。嗯，但係而家佢講去到呢個2012年呢、這個新世紀嗰時候咧，佢都係屬於佢新一批嘅嗰啲即係叫電影大師咧，佢亦都有種新嘅八部半式嘅玩法嚟。講俾你聽，電影係可以即係有好多新嘅一種處理啊，新嘅變成一個嘅經典作嚟。唔係大家如果真係平時睇過主流片嗰啲觀眾咧，不妨入去睇一睇呢套，係衝擊一下，即係你有個新嘅觀影經驗咯，當係有個係嗱咁呢部咧，即係講完咗之後嗰時候咧，依個有三間戲院做啦嚇、啊，即係都其實幾另類戲嚟嘅嚇。不過咧呢部咧就即係戲院都唔係好多，但係就幾特別推薦。如果你係好中意睇電影嘅，同埋你頂唔順，好似譬如《巴黎聖騎士》，或者你都覺得以周星馳啊咩嗰啲咧，我都唔算頂得順咧，咁就要睇呢部啦，就叫《當總統遇見皇上》。哦，雖然戲院唔係好多，但係呢個咧。都是新年流流咧，係好啱睇嘅一部戲嘅。點解咧？就因為咧，當總統遇到皇上咧，依、這個咧就嘅改編一個叫真嘅事蹟。但係咧，佢裡面咧當然有好多戲劇性嘅改動啦。佢就係講咧，就喺個1939年嘅嗰時間咧，就其中有一單咧就好有趣嘅，叫做熱狗外交啊。你有冇聽過呢一個咁嘅熱狗外交？聽過。